他喜欢吃鸡翅。红烧鸡翅啊，我喜欢吃。小静妈妈，嗯，家里没肉了。我们去上个超市。好的。现在。OK。怎么办？Yeah, let me go to the supermarket. See, there's so many people.他把冰淇淋的盖子放在微波炉里面去了。洗手，耶，洗手。这个，可以。说这里有妈妈给你拿吗？滚那你给他拿吧。这是猪肋排，这个好吃。Daddy coming. Oh, yeah, yeah. Baby seat. Okay, baby seat. 看看这个虾好大呀，我们要不要买点？清蒸，这个直接清蒸就好了。Wow. Should we pick one? 清蒸。Don't you like it? 三文鱼要不要？要。这个。Ellie 吃。对。就是。西红柿。我要这个。快点。冷不冷？好吃，他喜欢吃鸡翅，红烧鸡翅啊，我喜欢吃。好的。